谢王勋、谭若仪 ，S 三小组台北采访报道。今天是白色情人节，你已经有理想对象了吗？有知名饭店业者就举办了高空相亲活动，19对的男女总共38人要在6分钟之内认识所有全部的异性，每个人平均就只有15秒钟的时间，到底有没有人抱得美人归？赶紧来看看。准备好了吗？那边等一等。短短6分钟，在100公尺的高空上，王子和公主有办法找到彼此吗？不用紧了，我们就是开心的换位置就好了。19对男女38人，每一个人平均只有15秒钟能和眼前的陌生人谈心，在一阵手忙脚乱下，到底有没有办法配对成功？希望说你能给我这次机会，好让我能够认识你，可以吗？请问你愿意把心交给我吗？献上玫瑰花，戴上花冠，象征爱情绽放。知名饭店业者举办高空相亲活动，如果未来携手步入礼堂，还能获得大礼包。来办喜宴的话，消费到一定额度，我们会有10万里的大礼来赠送。台湾首次高空相亲，两对佳偶顺利诞生，希望能将白色情人节定为彼此永远的纪念日。记者叶志雄、黄旭阳 SNG 小组新北市报道。今天是周休假期，天气好得不得了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出